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是薛海乔。今天呢，外面天气很好，然后我昨天晚上睡得也很好，所以早上一醒来呢，就感觉整个人精神焕发，神采奕奕。准备就来一个说拍就拍的 vlog，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，我有一段时间睡眠特别的不好，比如说之前有一次，第二天有一场很重要的戏份，我前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一直在想，后来就算是勉强睡着了，梦里都是第二天要发生的情节，结果第二天睡醒以后黑眼圈就特别的明显，用上妆都可以演反派了。所以呢，就是为了睡一个好觉，我现在拍摄的时候出差的时候我都特别喜欢带这个王鑫，你看之前都已经试过啊，这是新开的一包。它呢就是一粒一粒的，很方便。这个也是之前一个好朋友给我安利的。它里面的成分啊，除了酸枣仁茯苓，还有熟地黄、白子仁、灵芝一些，可以松弛紧张的情绪，宁心安神。这些呢都对改善睡眠质量都有很好的效果，而且它都是草本的成分，所以不用担心有什么依赖性。反正我自己吃下来的感觉就是明显感觉我的睡眠质量变好，因为我之前有吃过一些快速助眠的药啊，虽然能够让你快速入睡，但你经常会做噩梦，而且白天会犯困。但是宁心这个可能是因为从内养生，它可以慢慢的调理我睡眠。反正现在呢晚上就感觉睡得很稳，也不会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而且睡着了也不会去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，更不会早醒。白天呢就会觉得特别的精神，记台词也能记得更快一些。睡得好了之后呢，整个人不化妆状态也会很好，也不会有黑眼圈啊眼袋什么，整个人神采奕奕，再也不担心有人说我是反派了。除了当时我比我们更深的那个角度，那我们下次再见了。